容易分心这个问题非常烦人，也非常影响效率。我研究分心有段时间了，总结了一些自己分心的原因和克服的方法，分享给你们，希望对你们也有所帮助。第一，遇到困难。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最容易分心。比如说在我写作的时候，遇到一个观点想不透，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我会下意识地拿起手机，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只是用来查资料的。但是过不了一会儿，我就刷起了微博，感觉很快乐。但只要一想到我的工作还没完成，我就难受焦虑，越焦虑越放不下手机。就比如说我当时在改这个视频的脚本时，就因为卡住了改不下去，突然觉得口渴，去倒了杯水，然后经过镜子发现脸有点干，就去敷了个面膜，又浪费了15分钟。我们的大脑天生有逃避机制，它喜欢逃避困难，并且它的想象力也很丰富，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它会放大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觉得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会让我们更加焦虑。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想太多，降低对预期结果的要求，直接开干。比如说当我写不出东西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不要追求完美，先把脑海里已经有的想法写下来，写完后再改。事实证明，每当我真的写下来以后，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大多数时候这个坎也就过去了。还有些坎过不去的，我会使用任务拆解法。比如说写不出来某个观点，我就会反问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某些例子还不合适？是不是有些论点还没有求证？然后我就会给自己划分任务，比如说写草稿、求证我的论点、试图举例、修改等等。当我把一个大困难拆解成几个小任务以后，一次只专注于一个小任务，大脑就觉得没有那么难了，就更容易专注了。第二是脑子里装了太多事情。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目前这件事情上，总是会想着接下来要做什么？每当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就会很难专注。这是因为信息它并不能像保存在硬盘里的文件一样保存在大脑中，信息会占用我们的注意力资源，拖累我们处理其他事情的速度。这时候你就需要去建立自己的外脑系统，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的烦恼、你的灵感都记下来，让大脑做它最擅长的事，思考，把记忆的任务留给电脑。关于建立外脑系统的工具，有粉丝说我之前推荐的软件都是英文的，看不懂。那么这次给你们分享一个更适合新手的工具，叫 TaskAid。 它比我曾经推荐过的效率工具操作更简单，有中文，在国内访问不需要梯子。 TaskAid 跟 Notion 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逻辑，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TaskAid 底层逻辑是多视图文档，它能帮助我们通过不同角度去审视一个平面的思路，它像一个折纸，展开收起是不同的形态，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项目结构的演变，启发新的思考。而 Notion 的本质是数据库，可以无限套娃，它像一个抽屉，你可以拆分很多小空间去自由地放东西。我个人觉得 Notion 更适合用来整理文件，比如文献管理、学习资料管理等等。在 Notion， 我们需要自己设计主页，但是 TaskAid 不需要做主页，它的主页是固定的，打开就看到自己的代办和项目，很清爽。 TaskAid 的优势是理清思路、任务管理和项目协作，下面详细展开说说。第一点，为什么说它适合整理思路？因为它每个文档你都可以切换不同的视图，它有代办、行动清单，但是它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组织结构图和思维导图。任何内容你都可以回归到树状结构的思维导图上面来，它能帮助我更好地看清楚自己的思考逻辑。我通常会在 TaskAid 上面写视频灵感的思维导图，我喜欢在每个逻辑点下面慢慢地丰富内容，然后通过不同视角去审视我的观点，发现新思路。第二点，为什么说它适合任务管理？因为它可以建立很多的工作区，每个工作区都是相互独立的，在每个工作区里又可以建立很多的文件夹，也是相互独立的，相当于你可以独立管理很多项目，它们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而且重点来了，虽然你建立了很多项目，但又不会因为需要切换的项目太多而导致忘记任务，因为在主人视角中，你可以总览所有项目的代办，以及在日历中总览所有项目的排期。我把我的 TaskAid 分为了工作区和生活区。
在工作区，我管理我的视频灵感和发布流程。在生活区，我建立了很多清单模板，购物、旅行、读书、观影等等。举个例子，在我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我会选择引用购物模板，在计划中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开始写下我要买的东西，并且把任务分配给我自己。那么在主人视角中，点击任务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工作区和生活区的代办都会展示在这里，用完了也不用担心重新制作的烦恼。我可以在每次购物的时候都引用一个新的空白模板。如果你不会建立模板怎么办？别担心，官方有非常全面的模板库，从每周计划到项目管理，从生活到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景都有，可以直接下载使用。我也会把我的模板分享在评论区。第三点，为什么说它适合远程团队协作呢？还是因为它的折纸视图，你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查看整个项目的架构，方便了解项目中每个人的角色和贡献。而且它的任务力度非常细，你可以把每个子任务指派给不同的人，每个子任务都可以设置任务倒计时，也有项目完成进度条。它还有即时聊天以及视频通话，也可以在聊天框传文件。也就是说，你可以在 TaskAid 上面做到项目管理、沟通和协作一条龙。感谢 TaskAid 的支持。最后再分享一个粉丝福利，在升级权限页面输入我的暗号，你将获得个人免费终身会员，只有1000个，先到先得。第三，多任务处理使我们分心，一心多用使我们疲惫不堪。虽然在现在的生活节奏下，很多人都提倡多任务处理，为了节约更多时间，包括我也不例外，但我们很可能误解了多任务处理的核心。许多人认为的多任务处理就是大脑同时做很多件事，比如说一边和别人聊天，一边看短视频，一边刷微博，一边看书，一边写方案，一边回复同事信息。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在网上冲浪的时候，虽然看了很多东西，但根本记不住看了什么，也没有娱乐的放松感，也没有学到东西，不记得自己刷过什么视频，不记得自己看过什么微博，也不记得自己看过什么书，这整块时间好像都是缺失的、空白的一块。这就是多任务处理带来的影响。准确地说，这其实不叫多任务，因为我们的大脑并不具备处理多任务的能力。在《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中，有一个关于多任务的观点很有意思，它指出了一心多用为什么令我们疲惫不堪。原因是我们总以为自己在同时处理多任务，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多件事情中快速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每一次转移注意力都会削弱我们的专注力，并且延长我们再次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从我们的身体构造来说，我们每个人只拥有一个大脑和一个身体，我们并不拥有多个大脑，我们并不能像电脑一样同时运行多个程序。所以当你的大脑同时做多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感到数据到处乱窜，经常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自觉地想到另一件事，脑海里窜出与眼前这件事情不相干的画面，或者根本记不住刚才想要干嘛。这不仅会影响专注力，还会影响记忆力。更适合我们人类的多任务处理其实是同时调用身体和大脑。比如说在跑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属于放空状态的，这时候我会听一些英文电台来复习英语。在拖地的时候，我会听一听有声书，顺便吸收点知识，但我绝对不会同时做两件需要用脑的事，这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我的处理方式是，在我时间不够充裕的情况下，确实会偶尔使用多任务处理，同时利用身体和大脑提升时间的复用率，但千万不要一起做同时需要调用大脑的事情。并且即使真正的多任务处理同时调用大脑和身体，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动脑，即使是在做体力活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一些注意力来控制眼前的事。所以这个方法还是尽量少用，除非时间紧迫，否则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专注于当下，才能最好的保护我们的专注力。第四，被人打断。写稿的时候被人打断，录视频的时候被电话打断，在做专注类的工作时，各种突如其来的打断都可能导致我分心，而且很难再次专注。我的处理方式是在开始工作之前先跟身边的人打好招呼，给自己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段，或者干脆戴上耳机。如果有需要沟通的部分，我会留在另一个时间点一起处理。
我在家工作，我的干扰比以前在公司还要大一些。比如说我妈就会经常进来叫叫我，要不要吃点水果，起来喝点水，起来走动走动。所以我现在做专注力的工作时，都会提前跟家人打好招呼，要么就关上门。第五是感到无聊，人容易对熟悉的事情感到无聊，这跟我们体内的多巴胺分泌有关。但多巴胺分泌不足时，人就会变得迟钝、消沉。多巴胺是由大脑分泌的神经递质，参与对躯体的运动、精神活动的调节。多巴胺的分泌会使人感觉良好。我长期在家工作以后，就发现我的生活非常枯燥，也很少与人交流。我为了打败无聊做了很多事，买东西、研究新的软件、找新的游戏等等。后来看到一本书《心理动机》，才知道人是需要新鲜感的。人类的愉悦感原来与多巴胺有关，但多巴胺这个东西很傲娇，它消失得很快，所以达成目标所带来的快乐不会持续太久，成就感总是飞逝而去，人们很难从中体会到太多的满足感。这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折腾，寻求挑战来满足自己的原因。解决方法是尽量不让自己陷入一个枯燥的循环当中，在多巴胺流失之前先给它补上。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学习，但我也有不想看书的时候，所以我不会强迫自己连续看五个小时以上的书。我会给自己留出时间看视频、打游戏或者刷微博。我每周也会出去外面走走，看看大自然。我没有强迫自己过上绝对禁欲的生活，这样我的多巴胺就比较平衡。简单来说就是允许自己娱乐，允许自己放松，玩的时候尽情的玩，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人的行动力就不会失衡。关于训练专注力，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分享过一些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你的观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分心的经历和解决分心的心得，大家互相帮助，告别分心。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